作为国内当红男子偶像团体 TFBOYS 所到之处必是粉丝夹道欢迎，场面十分壮观。近日来长沙参加快本的录制，到场粉丝数和规模再次刷新了以往的记录。而金卡通全新亲子节目《爱上幼儿园》四月将隆重推出，据说金卡通的老朋友 TFBOYS 也极有可能加盟，这将是他们第一次参加亲子类节目。虽然 TFBOYS 三位成员年纪还很小，但节目组十分看好他们在《爱上幼儿园》中的表现，觉得三小只还是充满童真的小男孩，和小朋友之间肯定很有交集。而 TFBOYS 三位成员此前也经常参加金鹰卡通的《疯狂的麦吉》节目，不仅能唱能跳，玩起来也是很放得开，甚至还很逗逼，逗得观众大笑连连。而不少粉丝也十分期待三小只参与到《爱上幼儿园》节目中。有人说三只这么可爱，将来一定会是好爸爸，提前和小朋友们打成一片，真的很期待哦。也有妈妈粉担心的说，三只在我们看来还是小孩子，怎么能照顾好那些小朋友呢？只怕会闹出不少笑话吧。不管怎样，三小只绝对是很有亲和力的表演嘉宾，出世亲子节目势必又将掀起一阵偶像狂潮。忙不了新闻，三小只大战萌小孩，想想还有些小激动哦。报道。